今天来做卡比兽爱心便当。为什么要做这个便当呢？因为宝贝，你什么时候要做爱心便当给我吃？宝贝，我帮你夹两个便当盒，你什么时候要做爱心便当给我吃？它大概两三天就讲一次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时间做，所以啊，我今天就想说要做一个惊喜给他。那等一下我就是做完之后呢，我会拿去店里给他一个惊喜，让他吓一跳。我今天要做的卡比刷新便当呢，我还去大创买了这个，就是它可以搅在饭里面，让饭变得有颜色。我买了这两包，就是一个是鸡蛋口味，一个是鲑鱼口味的。那里面都有绿色，我想说卡比兽是绿色的，就可以做这样子绿色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吧。现在在热花野菜跟小玉米，等一下还会加一点鲑鱼，还有小热狗。我的热狗变成乌贼了，好难用啊。我准备了超多的料理，准备了鲑鱼，然后花椰菜、小玉米。为什么我的蟹肉棒碎掉了？热狗还有蛋、鸡胗，还有白饭。这个等一下要加上这个粉，有颜色的粉。先来做鲑鱼口味的，好可爱哦！它里面长这样哎，一包一包的，绿色的。等一下做卡比兽。这看起来好像抹茶粉，不知道倒多少哎，我先倒一半好了，看像这样子，好像没有什么鲑鱼味，把它全加进去好了。我发现它一包的分量啊，感觉应该是一碗饭。那我们现在搅拌完了，它没有很绿哎，我现在就是要把它倒到保鲜膜上面。把它捏成一个球，那这样之后呢，先放到旁边。现在来做宝贝球。我发现啊，因为这个粉的话，它做起来颜色会比较淡，但是宝贝球是很红的那种，所以我决定就是拿番茄酱来做宝贝球，番茄炒粉。这个用起来颜色应该就会比较红一点。好了，你看。绿色跟红色，那为什么饭用这么少呢？因为 Kira 最近她在减肥，那我们要拍婚纱了，她最近不要吃太多的饭，所以她就帮她准备了蔬菜类，就会比较多一点。不然每次拍影片啊，大家都在底下留言说 Kira 变胖了， Kira 变胖了，从去年到现在吧，胖了10公斤，很夸张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摆饰吧，准备了 cheese 片，是要来做卡比兽的脸。他的眼睛做好了，现在剩下嘴巴，他的嘴巴好难吃哦，好好笑哦。帮卡比兽旁边塞满了热狗，他才不会东倒西歪。好丑哦，你看，丑丑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宝贝球，因为宝贝球一半红色，一半是白色的，所以我就是要把它铺一半。另外一半就是用白色的，把它揉一揉，变成一颗球。这是宝贝球。Pokemon Get 到位！噔噔。我做完了，做了一个卡比兽，虽然它有点丑，因为我本来想要用剪刀，可是没有那种剪食物的剪刀，所以我就用刀子切，就切成这样子。另外一个是宝贝球造型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像的。这一盘的话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的油，这一碗就是有油的，有鲑鱼啊，还有热狗，还有一些煎蛋这样子。四碗，我等一下就把这四碗带去给 Kira 吃。其实这个都还蛮简单的，只是用造型的话比较花时间而已，不然其他其实都还好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
Go， 要下班喽。对啊，刚忙完。忙完。忙完就想回家休息。你看我今天帮你带了。你带什么东西？可以带。你带的是什么？你的晚餐爱心便当。不是你去外面乱买的。应该是你买的吧？我做的。你又说爱心便当？你去洗手。你上次就骗我，你上次拿那一袋，我以为是爱心便当，就不是爱心便当。该不会又是要整我或搞我之类的？我现在开始有戒心了。好啊，你打开就知道了。里面全部都脏了。好，那我先洗手。先打开一个。哎，真的，哎，这不是我上次讲给你的，你真的做了。而且我刚看你好像用两个，哎。因为你叫我要做两个，你的食量才会饱。我放桌上好了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拉出来啊。哦，这是减肥餐厅。很丑的，你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很可爱啊，是卡比兽吧？对不对？怎么没有蓝蓝的感觉？卡比兽绿色哎。它是蓝色，它不是绿色。卡比兽呢？蓝色。绿色啊。蓝色。这里有图，哎，变色器一下啊。眼中绿色卡比兽，卡比兽绿色哎。这一盒该不会也是很棒的爱心便当吧？打开看看。哎，鱼哎，又有蔬菜哎，又有这个哎。这个鱼感觉好像是你妈煎的，然后你把它剪块下来。没错，鲑鱼是波妈做的。哦，是什么？哎，可以梦的宝贝球哎。哇，你怎么会做这些啊？哇，这个是用那个番茄酱用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闻出来了。那你知道卡比兽绿色是什么闻出来的吗？芥末，又不像。你该不会又要整我吃辣吧？芥末，真的假的？骗你的。我们来试吃看看好不好？筷子在旁边。感觉就是很好吃。热狗哎，你怎么会做这个？很简单啊，就把它割一割。它下面有蛋呢，隐藏版的哦。嗯。好吃啊，热狗好吃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下班然后可以吃到这种爱心便当的感觉，是一件很开心、很享受的事情。因为你念很久了。我哪有念很久？好吃好吃，不会辣了。算不算不是辣椒了？除非我对你加分。哦。很棒。那以后我叫你干嘛？好啊，这真的是减肥餐呢。那用水煮。它虽然是水煮的，可是它本身就有味道了。对。那你不吃啊？你先试试看，宝贝球回的，蛮好吃的，我觉得宝贝球比较好吃哎。真的？嗯，可以多煮吗？考虑看看。三年来第一次吃到你的爱心便当。屁！真的、啊？之前煮的都不算，对不对？之前有。你看，一个人呢。你干嘛用那种厌世的脸看着我？你不要以为镜头看不到你现在的表情，都会看见。对，你看不出来的。你刚那个脸很厌世哦，搞得好像我都讲你不好的感觉哦，是真的很好吃啊。看来我家这个便当盒果然有效。对各位啊，想要让自己的另外一半呢可以煮爱心便当给你吃的话呢，要夹便当，没有说，然后每天要念一次。我哪有每天念呢？我每次都要念你个十次才会做吧。对，可是你的娇妻厨房真的很棒哎，可以练习煮东西。嗯。没有什么鲑鱼味啊，因为这个饭它是这个粉，它是写鲑鱼粉味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其实吃下去有点心里隐隐，我以为是什么花生一样。因为你整我整太多次了。非常感谢波波准备了这个爱心便当，我吃的真的非常的高兴。刚忙完嘛，看到另外一半替你准备了这些东西，吃下去的感觉真的怎么讲，就是真的是内心的感动。我希望我可以把这种内心的感动呢一直保持下去。要记得现在的感觉，最好是不要习惯另外一半煮给你吃，你会觉得是应该的，而是要感谢他。我也不能常常。真的要感谢你，有些人就是因为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煮给他是应该的，我们不能这样。人家为了你帮你煮的这些饭真的很棒，所以我们男生就要拼命一点，多赚一点钱，然后给另外一半花，就像我的钱都在你那边一样的意思。如果各位想要看到 Bobo 在煮什么爱心便当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电影到这边，然后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好啊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吃光光，你的爱心便当让我充满了满满的爱。
那我非常的开心，那希望以后呢天天都可以吃到哦。